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这刚买完越野，你宾果又升级了，光颜色它就出了3款我心动的配色，就它这个外观，那小姐妹看到必定多看一眼。人民的50嘛，这款车萌态有了，还奶熊奶熊的。新车的几种颜色呢，还特别懂女生，朝霞粉、浅湾绿、清风蓝，这颜色戳不戳心窝？我就想听你亲口对我说。撞色、悬浮车顶、可爱小鸭尾，关键啊，它的空间是正经可以，主打一个我很好看，也很能装。女孩子放在车里的东西就是非常的多，看看我怎么收纳。豆豆可没吹牛皮啊，下沉式后备箱分区金饰品。哎，就这个小挂钩，是不是螺蛳粉都有它自己该有的位置？所以嘛，这装的是啥？是你的生活态度，是热爱生活的你。410公里的续航呢，也基本上覆盖了平时的上班和周末生活，偶尔来个城市周边游也能说走就走。我现在上高架速度轻轻松松提起来，它的最高车速130公里每小时，畅享高速没有问题。新增了 ESC 车身稳定系统，而且呢避震的升级也更加的舒适了，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呢也是新增加的，大大提升了使用的实用性。我现在呢，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充电到70%-80%。50千瓦的3合1水冷扁线电机，说白了就是体积小、续航长、温度低、散热好，还噪音小。而且啊，这动力输出也更棒。不瞒你们，自从我自己买了50的新能源之后呢，我这口袋的零花钱啊都变多了。因为呢，出行根本花不上什么钱，平时逛街我直接往里面塞3个闺蜜。如果你是宝妈，婴儿车不仅妥妥能放下，后排还能安一个儿童安全座椅，买菜接娃那根本不在话下。关键是停车也很方便。这一次还新增了2个气囊，一共4个气囊，宾果真的很安全。人民的50是听劝的，新三电加新配置，给你不一样的体验。8.88万，10万内新能源研霸，还得看50宾果。